户外摄影中有句话，如果你拍得不够好，说明你离得不够近。作为摄影师，我们进入各种想象不到的环境中，天寒地冻的雪域山川，人迹罕至的隐秘丛林，搜索精彩自然中的光线，寻找大自然的美好瞬间，让观众身临其境。即使已深入各种极限环境，不想错过真正的美景，我们仍然需要近一点，更近一点，去看清动物的姿态，树叶的脉络和星空的闪耀。在户外待久了，我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就是自然和人永远都在两个世界。攻克不下的地形，无法规避的风险，不可预测的天气，成了我们肉眼与美景之间难以逾越的距离。为了消除这段最后的距离，我会携带一台望远镜。我深信的理念就是专业的工具，做专业的事儿。在有限的负重里，我找到了一台拥有纯正德国基因的精良武器。我们的探索从未停止，变化的只是更小、更轻、更好的装备。它成为我户外探索中最离不开的锐利眼睛。亮度是我选择望远镜最看重的指标之一。蔡司一贯优质的玻璃和多层镀膜，让画面明亮清晰，色彩饱满真实。通过它，让我看到了那些原本肉眼看不到的美妙细节。放心吧，与它为伴，您不用特别的照顾它。即使遭遇风雨泥泞，它坚固的外壳和房屋设计也免去了我所有的担心。科技总是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，让我们的肉眼可以不受空间、天气、环境所限，轻装前进，喜迎惊喜。自然的秘境，在听，在看，在感受，在发现。